鱼呢？哦，看到了，非常漂亮的这块料太漂亮了啊！没问题，春采的一个料子啊，天然翡翠 A 货，这块料子很有特色啊。裂是比较多，裂肯定多，因为这种摆件肯定裂多，东西没问题，就这块可能最好。对，这块非常好，这个俏色非常好，整体的一个春采的。您知道多少钱吗？您是什么渠道购入的吧？你送的。别人送的，礼轻情意重啊，应该过万是要的，因为网上这种好条件比较少，一手渠道去买这个货也得在10000多块钱，要是如果人商场买得4万块钱吧，您就看看怎么还的银钱吧。这事搞大了。什么？我说这个事搞大了。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搞大了？这么多钱，你俩关系不一般吧？从小长大的吗？没问题啊，我跟您说啊，您看我评价一直不高，但是为什么这块料能给你评到这么高，就是因为这块料一个是有特色春采的料子，第二呢，看你打这么白的灯光，颜色只弱化了一些，所以春采还是能站得住的，所以说这块料必须是要过万的，你俩关系怎么干，是不是有什么激情啊？我得想想怎么还你一下人情吧。好吧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好的。